下班了，这样去买点菜。今晚吃啥子罗非鱼，搞条罗非鱼回去吃吃看。买鱼就帮你杀好，回家直接可以煮了，幸亏是这样，不然我也不会杀。再搞点辣椒番茄回家哟，顺便去驿站买一下我在网上买的两袋米，已经到了，20块一袋，非常便宜啊，两袋才40块，大包小包全部跟我回家。到家了，这鱼也不是很大呀，就跟我一个巴掌一样大，居然就要差不多20块钱，都得一袋米了，惹我生气，我要把罗非鱼丢进油锅里面去。不理他了，切点番茄，弄个甜品来吃。鱼在那边炸一下，我们先来吃一下这个西红柿甜品。我操，忘鱼了，幸亏没有糊，给他翻个生鲜，吃西红柿都忘记了。再切点辣椒番茄，然后就可以开煮了。再切一点姜和蒜米。 OK， 把配料全部丢进去开煮，出锅出锅。饭还没有得，我们先来尝一下李氏煮鱼。来这一块罗非鱼的肉，好吃，酸酸甜甜的。哇，这一块肉，有点烫，酸甜可口，非常的下饭。饭也熟了，现在开饭。这个罗非鱼是不是被那个今天吃啥子罗非鱼那个姑娘给搞火的了？我买的这条罗非鱼居然要18.5块，也不大呀，居然那么贵，不过好吃就对了，真下饭。哎呦喂，吃饱了，光盘行动，饭也吃完了，现在还有一点点鱼，今天晚上吃夜宵。我这一餐是花了20多块钱哦。看来下次吃罗非鱼要很久以后了，太贵了太贵了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